我等您的那份风度报告可是等了很久呢。想来您是贵人多忘事儿，我也只好又上门亲自跟你要一次了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前几天的那次会，想必学姐也记忆犹新吧？现在目视倚仗的还不是千初？我跟千初呢，也是为了姐姐好，想帮姐姐分担一下。姐姐要是不领情的话，只能要叔叔亲自来跟你要了。何必惊动爸爸？我给你就是了。不打开看看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千初没动手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可疑。果然，你的底细经不起查。你的姐姐可以吃哑巴亏，可是我就难说了。